卖菜那个欧弟上，你知道吗？哪里呀、啊？啊，好，你知道吗？董叔叔，你知道吗？嗯。啊，董叔叔那个他那个岳父啊。嗯。就是阿红的爸爸了吗？啊？阿董的老婆你认识吗？对啊。那老他弟弟生了一个双胞胎啊。然后他现在的话工作比较少，然后他就坐了一个脚踏车啊，前面可以载一个，后面。